再次。不好意思，打搅一下。哎，孙排长，来找我打球哦。我是拿陈立明公文来给你，待会还要回去写检讨报告。哦，是跟今天地区长官来视察有关吗？你已经听说了，今天连长为了我的事跟那些地区长官起了冲突，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，这个责任我会扛。不是说你要扛就可以扛的，要看你肩膀上的杠杠够不够。这我知道，官越大说话的口气就越大，那些地区长官仗着自己肩膀有几颗梅花就跑来压人。我知道这整件事情让你很受挫，但是我也要提醒你，你在坚持原则的时候你要懂得拿捏分寸，不然你这样会连累连上很多人。是长官，我知道。你这个大木头，人家都把你当朋友好心提醒你了，你还在那边是长官，真的是猪头。哎，金侦探官原本就是我的长官，我这样回答然后什么问题啊？弟，我就跟你说他是个大神木，没说错吧？哎，看你投了老半天都投不进，你要不要请孙排长教你啊？他神射手。哎，孙排长教他一下吧。我来教你好了，在投球的时候记得眼神一定要注视在你的目标处，双手握球，借由你两膝蹲地的力量顺势的将球抛出。 OK 吗？嗯，试试看。来，再试一次。记得在投球的时候双手一定要紧握着篮球。我爱你，你爱他，眼睛注视着我们要投出去的目标处，再借由两膝蹲地的力量顺势的将球送出。你慢慢投没关系，看准再投。他爱他，你怎么这世界已经每个人都不快乐，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不快乐。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关系，只是折到而已。你要记得下次在接球的时候眼神一定要注视着球，要不然你这样手会很容易受伤。知道了，你等一下哦。上次把你手帕弄脏了，换你个新的，现在你就可以用了。谢谢你。你爱我，我爱他，他爱他，他爱他。你怎么这世界已经没有人相爱？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不快乐？怎么这世界？已经没